圣诞节快要到了，所以我们决定给蕾蕾一个惊喜。蕾蕾呢一直想要看《冰雪奇缘二》，所以呢我们决定偷偷订票，这里有一些优惠哦。看这里哦，这个送这些东西，这个套票不错哦，这是999套票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购物中心了，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吃拉面，那走吧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跟之前一样吗？对，才是你最廉洁问了。我的拉面来了，我要吃。嗯，很好吃哎！哇，要吃炸鸡了。喜欢吗？还有雪橇，你看，雪宝，我喜欢大人大大。好傻，小欧要傻，还有鞋子。那个，变红皮了，好可爱哟！哇，辣妹的醋。哎，你还有出，还有办这个哎？我的，哇塞，苏菲亚的美人鱼。这个爱丽丝，这个是那个玩具总动员的那个牧羊，然后这个是白雪公主乐佩，哇，什么都有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灰姑娘，你喜欢的，这是给你的一个惊喜，有没有吓一跳？我想说你们在说悄悄话，他为什么会推给你看这个？你喜欢哪一款？你买这个小美乐的衣服吗？对，圣诞快乐，圣诞节的礼物哦。亮片的哎，还有这个这么小只娃娃，好可爱哦，小猪来的出哦，假发公主耶。超可爱，超可爱！你看它出来了，这个卡通。哎，小球有妮妮。这里有这个，好可爱哦。嗯。然后他最好的朋友。哇，还有这个。公主大集合。还有 Elsa。还有这个，还有大集。小球有妮妮。哇，你看。这个有。帽子你穿那个，这个是爆米花，他有在做这个呢，好可爱，喜不喜欢？你喜欢吗？想看啊，爸爸秀一个东西给你看，什么意思？爸爸订好票了，这个是你线上购物的票。好，爸爸去拿票，走。我们要去看《冰雪奇缘》了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哈？我傻眼，我傻眼，我想不想让我走来这里？我傻眼。这是给你的第二个惊喜。我傻眼呢。走。
难怪你送我这个。那今天给你的惊喜有没有很喜欢？我傻眼了，我想你为什么要录那个？为什么要带你来电影院，对不对？这是做梦吗？其实昨天票已经买好了。这是真的要带你来看电影，你没有做梦？看《冰雪奇缘》呢？我是第一次真的去购买票，第一次真的这样子正式的走进那个电影院，而且还是惊喜。我们还有买一个套票给你哦。套票什么意思？现在带啊！哇，喜欢？你看、我都会动哦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是雪宝忠实粉丝，而且因为这个很好看哦。哇！还有送这个娃娃，雪宝粉丝。还有这个钥匙圈，好可爱哦。